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维老师。我是林安。嗨，林安知道今天要改造什么吗？就是有收到题目是爱丽丝。爱丽丝。是梦游仙境。对对对，爱丽丝梦游仙境。它可能今天会帮你做比较偏可爱的感觉。我觉得我。对，洋娃娃的。就是把我打造成洋娃娃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对。好，今天我们腮红的重点啊，会比较偏向那种洋娃娃，然后有点小晒伤的感觉，所以我们主要就是在这里会画一个 W 的形状，晒伤妆的感觉，对对对，让腮红的重点在眼下的部分，对，所以这边先一个勾勾，然后再带一点点到鼻中，然后再勾上来。然后再用余粉去稍微晕染一下，可以晕染到接近太阳穴下方的位置。这样是不是也可以遮黑眼圈啊？对，可以淡化它。嗯，对，就是黑眼圈它就反而变得不那么明显，没有那么明显。对。然后在眼下重点的部位，我们再把它稍微刷饱和一点点。我们可以再用一点点。这个，然后再用笔头，是比刚刚再深的颜色吗？哦，对，让它再稍微更圆润一点，然后弄一点点鱼粉画圈的方式把它晕开，这样就会有很可爱的娃娃的感觉。有哎，好明显哦，我这边看。对，你看我，真的耶。对，那我们下眼影的部分啊。下眼影的部分，我一样会再用这两个。刚刚我们上眼影是用这个嘛？对。下眼影我会这两个综合一下，让它颜色不要到那么深。所以这个还是得有一点下眼影的画法，对。对。因为这样我们的眼眶的那个深邃度才会出来。然后鼻头，我们小翘鼻一定要有，因为洋娃娃，鼻子就是尖尖翘翘的。好，鼻中可以来一点点。我们目前全框式的眼妆跟我们 W 型的那个腮红，对，可爱的底都已经画好了。然后，接下来我会慢慢完成它整体眼妆的部分。然后结束之后，服装的部分我们就交给我们的克里夫老师。期待。对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克里夫。今天的主题呢，爱丽丝，当然就是一定还是要有出现公主秀的东西，所以这个角色的主要元素就是浅蓝色和白色。但是很多人其实在做改造的时候，他们会有时候做过头，会太像 cosplay 的东西，所以其实今天要教你们怎么样穿出爱丽丝2024年的风格，不一定要有 cosplay 的感觉，也可以拿掉原本的蕾丝啊或者蓬蓬裙的概念，也可以达到你想要的效果。哇，今天又是我们迪士尼的圆梦计划，哎，到底被改造名是谁呢？欢迎他。公主，然后第一个是灰姑娘吗？灰姑娘，那问谁啊？我不知道你说吗？那今天是还我们的另外一个公主，就是爱丽丝，没错，哇，很可爱，对，就是金发，然后蓝色衣服就是她的指标了，对，要不要也画一个？可能我怕我们不够年轻，这样一个又重针，一个不一样的爱丽丝，那爱丽丝一定还是要有。Baby blue 的颜色，蝴蝶结，欢迎，欢迎。